阿坤，今天我们瞒着婷婷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带她出去当一把土豪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们去你们家对面那个小卖部，然后我们去，因为她听不懂我们说啥，我们去直接把那个超市、那个小卖部的东西全部给她买了，然后全部给婷婷，让她抱回来。好，可以。好不好？我们让不让她知道？我们现在先不要说，等一下看她是什么反应。嗯、OK 吧 ？OK。OK 。他 OK， 他都不知道我们说啥，他 OK。走 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我们去给他开了，他就不知道，他就 OK 了。把他卖了，他都不知道 OK。Oh my god！ 自从租了房子，就很少来阿坤家这边了。今天送他妈妈他们回来，就顺便过来看一下。这个小卖部还是没什么变化，阿坤。我们问婷婷想吃啥零食，我们在对面给她买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说给她买多少，然后让她去选，然后我们就使劲给她选，多选一点。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们过去找嘛看嘛，你们俩想吃啥就可以随便拿啊，然后我们就使劲给她拿，给他多拿一点。麦就叫我在哭。哎呦，我外婆也在这里哦。你外婆也在这里。你看这老板看，你问一下这老板看到我来了，他开不开心？好了好了好了，老妈你在不？我你在你在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说话天天问，他说。我就看。天天问。干嘛呢？哈哈！来吧，问婷婷要吃啥。看他看拿哪，他拿一个，我们就把那一样全部给他拿了。他选那个这个吗？把那包全部给他拿了。有两包哦。啊，两包全部给他拿了。哦，他选这个也选了。好，婷婷。好。奶油，太多了吗？他拿了哪一样全部给他拿了。嗯，其实我们搞错了，我们应该先让他选，每样选一个，选完了我们再给他拿。他说要喝饮料。要喝饮料，拿吧，想喝啥？想喝什么饮料？啊？你要？我要要喝啤酒吗？嗯，开玩笑，喝这个。嗯，还有嘞，还有啥？先让他选。好了，他说过了。够了吗？嗯。选，你再叫他选。可以，老婆大胆的选，不要怕。我都压了了。看给他紧张的。挺紧张了。嗯。要吗？直接把这个架子上的全部给他下了。他紧张。全部给他下了，我们看一下他啥表情。你跟老板说，全部下了。等一下，有的东西我们不要啊。吃的嘛，吃的全部下来。啊？吃的全部给他下了。哦。你跟老板说，我看一下婷婷啥。你跟老板说了以后，我看一下婷婷什么反应。太多了是吧？嗯。我变羊，再跟。他说太多了。只要是吃的全部给他下了，这么尴尬吗？啊，哇，直接放一起。太多了。问婷婷吃不吃雪糕？给，全部给他拿了。你跟他说我们全部拿了。啊，婷婷，哦，叫坤要给咯。这个要不要？啊。嗯，没事，你跟他说，如果他吃不完可以拿回去，家里面还有那么多姐妹。啊 ，OK 吗？嗯 ，OK。好了。够了。没事，买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连这个冰箱都给他买了。
啊？妈妈，你阿比个家买回来就安了，没你咋看起来像要哭一样啊？啊？紧张了，脸红了。你再来，哇！来一瓶，拿着。你跟他说，希望他跟着老板的每一天都开开心心。OK 不 ？OK 不？啊，以后哪天没跟着老板了，开不开心，老板管不了了。但是你跟着老板的那一天，老板就让你开开心心。谢谢老板。老板。老板。嗯，不是老爸。老板。嗯，对了，你猜一下买的这些东西需要花多少钱？一百多万。要不了。要不了那么多。是不是他觉得这个买这么多会花很多很多钱？应该花不了多少钱的。没事，花多少我都开心，只要你开心就可以。老板在这里点数，然后他妈妈在这里用本子记账。他给你啊？啊，这个给我喝啊。嗯。我先没给任何人分了，先给我分一个。你都给我打开呀。分了的，你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你给我喝，可不宰，没变样。哎呀，真香啊，又甜又香，阿坤、啊、你妈妈这个会计在这里给他算账，老板给他发工资不？送他一个雪糕，雪糕我都给他买光了，他还送他雪糕，多少钱？62万8千。62万8200多块钱。这他不冰了，等一下直接拿走是吧？天气太热了，我就想放这里。一包棒棒冰，棒棒冰，这个有多少个呀？这个有92个。92个，这个雪糕多少个？四个。四个五千。然后总共就两万二。不到20个。嗯，不到20个雪糕，然后90几个棒棒冰。还有那边。然后还有这一包饮料，下面是一包奶，上面是一包饮料。是他妈妈本。然后零食。他说他是多了胖了，大哥就不行了。东西已经买过来了，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看婷婷自己去怎么处理，怎么安排这些东西。开始发零食了，他这老板开始发零食了。现在婷婷是老板了，买过来以后就是婷婷是老板了。发零食还发得这么害羞啊？他发零食发得好害羞啊。他没发过呀。没有发过。现在发的差不多了，你妈妈也拿了一大包。剩下的就拿回去给你的姐妹了。哎呀，还剩这么多啊！这个拿手里就不要拿后备箱了，这个雪糕等一下拿回去化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不？你再来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走，Let's go回家。